闫以格苦练，追追追，唱出闽南语歌气口。闫以格，我有我自己音乐会，图记者林百年社，2018年4月15日。歌手闫奕格去年发片后一直没有太多正式唱歌给歌迷听的机会，因此今15晚在台北举办了我有我自己音乐会，现场有来自海内外的歌迷塞满音乐会现场支持，演唱到最后他感性掉泪，谢谢歌迷说，可以在舞台上唱歌是最幸福的事情。我有我自己音乐会 Yo Thank Yo 当嘉宾。图记者林百年社，2018年4月15日。闫奕格跟 Thank Yo对唱不该，图记者林百年社，2018年4月15日。这次的音乐会邀请到音乐小霸王 Tank 担任嘉宾，一起合唱高难度歌曲《不该》。闫奕格高兴地表示，很想唱这首歌将近一年了，可是每次去 KTV 点这首歌都没有男生敢唱，感谢 Tank 帮我圆了这个梦。另外，闫奕格更为歌迷准备了惊喜，完全不会讲闽南语的他苦练了追追追，笑说，大家都说闽南语歌最重要的就是口气和气势，我练了很久，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我很 man 的那一面。闫奕格表演苦练多时的台语歌曲追追追，图记者林百年社，2018年4月15日。音乐会中，闫奕格选唱了星光传奇比赛演唱过的 Walk Away， 以及翻唱多首自己很喜欢的歌曲，包括徐佳莹你敢不敢，蔡依林我，陈奕迅让我留在你身边，卢广仲鱼仔等。演唱会中场，闫奕格与歌迷玩游戏互动，他化身按摩师帮歌迷按摩，送出拍立的照片一张。最让人惊喜的是，闫奕格录下神秘语音送给歌迷，让在场粉丝大哭羡慕。另外，好友福琼音、许仁杰、连玉群、关诗敏也来到现场力挺，让闫奕格非常感动。